因为我觉得它比较轻。然后借我一下，就是我们自动伞在开收的时候啊，就是记得都先帮我们稍微甩一下，让布骨分开，不要去勾到这个，不要去勾到骨头。哦。对，不然有冲击力的情况下，骨头都容易有状况，垂直往上。收的时候不要直接拉，也不能拉着，帮我们收张顶伞。嗯。顶旁边的骨会歪，在这边顶伞的屁股哦，因为很握，你没支点容易滑，或不小心扭到。帮我们双手合十，这是有安全分段收，想收哪就收哪，怕它弹出来。那记得帮我们要压到底，不管你怎么压都会打不开。嗯，看就可以再一次开。对，那看一下说25这个大小波，看起来不错。这次要帮你开开看吗？这是八股耐风的，那这个是日本动力布的密度很高。然后这一个吗？这一把的话也是走耐风系列，八根骨，所以会比较耐，又有安全分段。就这两个其实很像，很像，差在布料跟收的方式。这只没有刚刚的安全分段，这只有。这只有。那我看看这个好了。好。